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学习 Linux 驱动里边的睡眠和唤醒机制。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应用程序的，就是应用层里面的一个 open 函数。那么这个 open 函数呢，在我们之前就是写这个驱动的测试程序，或者说大家以前在编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呢，相信大家都碰到过这种，都用过这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它怎么使用呢？我们呢可以通过 main 文档呢来查看。因为这个 open 函数呢，它是在 main 文档的第二节，所以呢，我们要输入个 main 二 open。那么这里边呢，就是 open 函数的使用方法。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串型的一个数字串。那么它表示你要打开的文件，这里边的文件呢，就包括普通文件或者设备文件。然后呢，后面一个参数呢，是一个 flag。那么这个 flag 呢？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是这个 flag， 这个 flag 呢，它可以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些值。那么大家在使用 open 函数的时候呢，用的最多的可能是这些 flag， 这些 flag。但是呢，这些 flag 呢，我们看一下 main 文档会发现，这里边这个 flag 的值呢，有很多值，很多值。那么我在这里要需要潜很多值，那么我这里边需要潜在的一个值呢，就是这个 non block。为什么我要潜掉这个值呢？因为这个值呢和我们今天要讲的驱动的睡眠和唤醒呢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flag 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呢，当你指定这个 flag 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它是在一个非阻塞的一个模式，非阻塞一个模式。那么不指定这个 flag 呢，就表示它是在一个阻塞模式打开啊。所以这个 flag 呢，它就是用来，它就决定了我们的 open 呢，这个打开模式是阻塞模式还是非阻塞模式。不指定这个 flag 呢，表示是阻塞模式；指定这个 flag 呢，就表示是非阻塞模式。那么这里的阻塞和非阻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阻塞。那么在 open 的时候呢，不指定这个标记呢，表示是阻塞操作。结合我们之前的例子，我们之前的这个驱动测试程序呢，我们在 open 的时候呢，都没有指定这个 flag， 所以呢，它默认情况下呢，就是阻塞操作。那么这个阻塞操作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们编程有什么影响呢？那么当 open 的时候呢，你不指定这个呢，是表示阻塞操作。那么后续对此设备进行的所有操作，包括对设备调用 read、write、l control 呢，都是阻塞操作。也就是说，当你 open 的时候打开呢，你用的是阻塞模式。那么呢，因为我们要操作一个设备或者操作一个文件，我们会首先呢会调用 open 得到一个 fd， 然后呢基于这个 fd 呢去对这个设备进行操作啊，所以。这里边的意思就是说，当你 open 的时候呢，你指定的是阻塞操作，那么后续你对这个设备的所有操作，包括 read、write、all control 呢，都是阻塞操作。那么对于阻塞操作来讲呢，假如说条件得到满足呢，立即返回。那么这个条件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当你对这个设备文件呢，调用 read 函数呢，其实呢，你表示呢，你要向系统要请求数据嘛，请求数据。所以这里边的条件呢，就表示你请求的数据得到满足呢，就立即返回 ，return 正确的返回值。那么条件不满足呢，当条件暂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函数呢，就会一直等待，直到条件满足以后呢，才会 return 返回。以我们的 read 函数为例，当你对一个设备文件进行 read 的时候呢，假如说系统里边有数据，那么呢这个 read 函数呢就会马上就会返回去了。那么假如说暂时没有数据呢，那么这个 read 函数呢它就会一直等待，直到有数据以后呢，它才会返回。所以这里边呢是有一个等待的过程，所以这个是阻塞操作。那么对于非阻塞来讲呢？open 的时候呢，指定这个 flag 呢，就表示是非阻塞操作。那么对于非阻塞操作呢，后续对这个设备的所有操作，包括 read、write、all control 呢，就都是非阻塞操作。对于这个非阻塞操作呢，
无论请求条件能否得到满足，都会立即返回。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呢，返回的是正确代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呢，返回的是错误代码。所以呢，应用程序呢可以通过它的返回值呢来判断本次请求是否得到满足。我们还是以我们的 read 函数为例，所以对于非阻塞的 read 操作呢，假如说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就立即返回正确代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呢，那么就返回错误代码。根据我们的阻塞和非阻塞的操作，其实呢，当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它们两个的实现呢都是一样的，都会返回正确代码。但是当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对于阻塞呢，它会一直等，一直到条件得到满足以后才会返回。那么对于非阻塞呢，条件得不到满足以后呢，那么它呢就直接 return 了，但是呢它 return 的是一个错误代码。所以这个就是阻塞跟非阻塞的一个区别。那么我刚刚讲的这个阻塞跟非阻塞跟我们的驱动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的驱动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以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对于我们的 read 函数，对我们的 read 函数，根据我们刚刚的讲解呢，当 open 的时候呢，你是用阻塞操作，那么当你调用 read 函数的时候，假如条件得不到满足呢，那么就应该一直等待，直到条件得到满足以后呢，才会 return 返回。那么对于非阻塞的 read 呢，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呢，那么只要返回一个错误代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因为 open 的时候它的打开模式的不同，导致我们这个系统调用呢，它的实现呢也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 read 函数呢，它就要根据阻塞或者非阻塞呢，分别实现不同的代码。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之前的讲解， read 函数 read 呢，它是一个系统调用。当你在应用程序里边调用 read 的时候呢，它首先呢会通过一个系统调用线到内核里边，然后呢最终呢调到相应的驱动里边。现在驱动里边，所以 read 的阻塞、非阻塞的这种不同的操作呢，就需要在我们驱动里边体现。所以，对于我们的驱动来讲呢，我们就需要根据上层的 read 是阻塞还是非阻塞，来分别实现不同的动作或者不同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我们的这个内核里边呢，提供了这样一个驱动，这个驱动名字呢就叫 mini210button S。在这个 button S 里边呢，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 flag 啊，这里边有看到一个啊，我们搜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flag。 好，那么我们来看在这个 read 函数里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ad 函数。好，这个呢刚好是我们 file operation 里边的 read 函数，所以假如说你对这个设备执行 read 操作呢，那么最终呢就会调到这个设备里边的 read 函数。那么在这个 read 函数里边呢，首先呢它要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判断。假如说这个值呢是0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按键驱动，哎，我先说一下它的背景哈，这是一个按键驱动，按键驱动。这个值是0呢，表示没有按键按下；这个值是1呢，表示有按键按下。那么它的 read 呢，它会读这个按键的内容，因为这个按键的值呢是0的话呢，那么就表示没有按键按下，这样的话呢，你读这个按键的内容呢就读不到。所以这里边假如说它的值是0呢，就表示没有按键按下，那么没有按键按下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它会判断这个 flag， 这个 flag，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在上层的应用程序，上层的应用程序里边，当你无论你执行 open 还是 read 还是 write， 你操作的是一个 FD， 那么这个 FD 呢，它最终调到内核里边呢，它会转化成一个什么呢？它会转化成一个 file 这样一个结构体。所以内核里边呢是就是用一个 file 这样一个结构体呢来描述一个文件的一个文件。所以这个 file 呢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上层的那个 FD。那么当你在 open 的时候呢，你指定了这个flag， 这个 non-blocked flag 呢，那么当你掉下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 file 里边呢就会设置这个 flag， 所以这里边它会判断，假如说你设置了这个 flag，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你这个 read 呢是一个非阻塞操作。那么既然是非阻塞操作，我这里边调降没有得到满足嘛，因为现在按键没有按下，那么呢我就返回一个错误的代码。否则的话呢，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这是一个阻塞操作。那么对于阻塞操作来讲呢，那么它是另一种实现代码。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也就验证了我刚刚讲的内容。什么内容呢？这个上层的这个阻塞还是非阻塞操作，最终呢都需要驱动里边去实现。所以呢驱动里边呢就需要根据你上层的设定是阻塞操作还是非阻塞操作呢，进而呢去执行相应的代码。所以在这个例子里边呢，它就做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它会在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把它呢看作一个条件的一个 flag， 那么它是零呢就表示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根据你上层的设定是阻塞操作还是非阻塞操作呢去执行不同的代码。对于非阻塞操作呢，它会返回一个错误，对于阻塞代码呢，那么它就会执行这个代码。那么这个代码什么含义呢？这个呢我们下节课再来给大家讲解。